嗨，各位大家好！看这个文字就知道了。我们今天要来垂直起飞。我们现在还把天气的侧风调到最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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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我们来尝试如何让它直接被吹走。对，就是吹走。继续尝试，我们把引擎开起来，我完全没有动啊，我就只是让它，这完全是风吹的，我绝对不可能让一架 F18 以这种姿态起飞 ，OK， 绝对不可能。你看它现在的姿态，谁看我？我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动作，除了控制它的方向之外，毕竟我也不想那么快就坠海，完全无法控制。现在完全就是听天由命，完全照着上天旨意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尝试短五边好了，用这个驾驶舱视角，完全看不到前面，我们要坠机了。Oh my god， 我们要奇迹般的被吹起来，掉哇！这个我们落地了啊，落地。非常完美，我现在就在跳伞 ，yes， 看我们又落地，技术太好。继续，我们用这种姿态降落，这驾驶舱视角完全看不到前面啊，太可恶了，完全就是被吹着走，这要怎么控制啊？我其实完全没法控制，因为这风太大了，非常的夸张，绝对没有办法完全控制。应该是说我完全没有控制，就是让它吹着吹着，我们就落地了，好吗？你看，我们又落地了，完全就是直接，我把油门推满了，完全无法起飞。来，我们来换一台飞机好了。A380 起飞啊 ！A380， 把油门拉满，哈哈，已经脱离主题了。不过我们今天一定要尝试让它好好起飞。毕竟这个，我们现在又被吹走了，连 A380 都会被这种飓风吹走。虽然这可能平常不会有飞机在这种奇怪的气候起飞，就是了。飞得很高哦，贴地飞行。其实我们根本没到，没脱离地面。我这样飞肯定超速哦，我们直接被吹起来，我一拉机头，它直接往上喷啊，太夸张了，各位。你各位看看这几个意思啊？我们下面是我们的航路，我们完全脱离了。不过我们。至少安全的起飞嘛，虽然能不能安全降落我不知道。对，我应该不会有乘客会去坐这种自杀飞机，看到退票宁愿不上飞机啊，绝对不会这种奇怪的行程飞机。不过我们似乎控制住了，我都怀疑。OK， 我们的天气看队伍，我们似乎。控制住了，不愧是 A380 啊，巨无霸就是巨无霸，你大佬就是你大佬。我们控制住飞机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们来试试看短五边好了，我们来再尝试降落一次，看看到底是哈，我们这 A380 究竟能不能成功降落？应该还是很困难啊，毕竟我们现在已经高度远远超过了。塔台要先疏散了，看看我们会以什么方式落地啊？我们好像勉强控制住，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刹车，应该可以啊！我现在绝对没有用慢动作，它就是这么一个样的速度在飞行。我们是不是落压下头落地？
我成功落地了，我们现在想办法把机头压下来，反推开起来。我们现在反推就是哦，我没有开啊，没有开反推，自己就反推了，还往后啊。这你看，我没有开反推啊，飞机往后了，我们实现这伟大的创举好吗？太不可思议了，我们竟然让飞机一架 A380 被侧风吹的往后走，世界奇观啊，各位。哈哈，太不可思议了！现在驾驶舱哈没有人，幽灵航班，这就是它的机模，真的是很奇怪，为什么我们每架都是幽灵航班？太扯了，太扯了！不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747啊，同样也是一台大飞机，好不好？大飞机非常的大，也是双层甲板，哇！目前感觉。操控性差不多，就是被吹得轻飘飘的，很像喝酒了哈，747喝酒哈，不加油喝酒。呜呼，我们飞起来了！哇，看起来747也是可以控制住的。然后在高空中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各位 see you。